现在要去这 City Hall 那边，带你们来看看。我们现在准备去 City Hall， 然后 take the walk 走。City Hall 我还以为非常小呢，其实看起来很大很大，人都像蚂蚁。啊，这个 City Hall 看起来像一个鸡蛋或者一个面包壳歪了。这个就是它旁边的这些地方也算是挺好看的，可是我都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多红人。好多人呢。哇 ,City Hall, 离近了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们到前面了。天哪，好长啊，好大呀！跟我比，好大呀！City Hall。Of London。从这儿看来讲，我来告诉你，它都是玻璃做出来。我它有一些地儿都不是玻璃，可是它的这个些，就最多它的墙，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墙，是玻璃，都不是什么。这是个现代的一个 building， 它这里边我从这看，有好多黄色，我觉得他建的这个样子很酷，就他这些玻璃什么的，它是就外面这一层是一个像就是直的，可是它的中间它都可以做这些 triangle 三角形的 box 状的。我离远看呢，你们可以在 comment below 告诉我这个 City Hall 长得像什么东西，你见过的。这个地儿像一个 Colosseum， 就是 Greek 的人，然后他们的那种theater。